哦，安尼清楚嘛吼、哦。所以咱修持佛法，环境有重要嘛，环境足重要。一个环境要创造什么种的因缘，拢必然。有伊的这个相当的缘分。你看当时这个法藏比丘，确实在迄个时阵，若毋是世尊在往如来。用这个大神通的力量，会看到这样庄严的环境，然后具足的因缘，他们来发愿，发四十八大愿来度化众生。那么咱现在，咱在道场学习佛法，这个环境有重要吗？咱在讲的就是这个学习的道风和学风，但这个学风和道风呢，不是咱家己一种的传统性所认识的。家己所认为的迄种传统的道风，迄种道风是啥？所谓道风是每一个人拢走向清净光明的道路的道风哦，唔是咧哎哎安那做较对，迄个自我意识的、迄个主观意识介入的那种道风，迄种不是道风，那是一种的我见，把它弄错了。各位听懂那个意思吧？吼，所以在这个间隔佛法的这个修持的过程内底。为什么环境才重要？为什么法藏比丘当时看到210个诸佛国土，这么多诸佛国土啊？为什么要过来法愿来成就极乐世界？因为环境重要。那么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之所以最庄严、非常特殊的嘛，没有三恶道，底下有三恶道呢。这对咱来讲是非常大的福地呢。在娑婆世界一不小心吼，地狱一就走出来，一不小心吼就跌倒落去呢。所以这个法印印地，当时的这个法藏比丘，伊看到210个诸佛国土时，他还没有成就哦，只是让他看到了。那么一根，哦，就万历比丘以上的一根。那一根呢？然后产生意识，这就是伊的发愿因地发愿，这是清净心的一种的典型啊。那有个人呢，假使若毋是有掌握着这个清净心啊，伊的意根面对着法尘所产生出来，有的是善念，有的是恶念呢。那么善恶念之间呢，这个缘分，这就是缘。这严重点嘛，所以在修持佛法的这个时阵啊，什么种缘分，什么种啊这缘分呐、啊，什么种啊安做伙啊？你看修持佛法的，修净土的净土的，哎，互相来往，修禅宗的，你看佛陀在世时阵的时代地主，有道分第一嘞，有苦行第一嘞，你苦行第一嘞，要去对道分第一嘛？因面较无遐执着啊，但是因为咧修持的境界，哦，这不可或缺的因缘境界。但是，咱伫遮咱了去训练，咱平常时，咱的意根对着这个环境的时阵，咱到底咱的动念伫倒？是足紧的咧。咱的意根面对着这个法尘的时候呢，那个起心动念，真紧哦。一刹那间有90成倍，变化无穷。在这么紧的速度内底，要怎反映出着咱的善念？伊就是这样的。那这当时这个世尊在往如来呢，你看到法藏比丘啊，这个因缘具足的，伊才来法藏比丘讲的，时间成熟，会当来向大众介绍。那么48大愿，伊总共用了5劫的时间来思维来成就，非常难得。他当时的这法藏比丘的寿命是有42劫，那么用5劫的时间来算，会用讲非常非常的难定，非常难定。好，那么咱接下来跟大众来介绍，啊，来讲解着这48大愿哦。今天呢，开始来讲解48大愿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哎，谈到第几页？242嘛哈，842。好，
八四十二啊，两百四十二页啊，两百四十二啊，对吧？哦，没问题啊。好，来，咱看经文哦。伊讲咧，比丘白佛，哦，比丘白佛，为垂听察，哦，为垂听察。伊讲，伊会详细来听，听这个哦。世尊的这个定义，那么要来讲出的四十八台湾啊，文垂听察啊，如我所观，同其说之讲呢，我愿呢，愿呢，将伊这个四十八台湾这个内容啊，哦，来向大众，哦，来讲出，也也希望，这世尊呢，会用来好好来个心扎，以这个观力，啊，心修来集中，哦，心来集中，哦，啊，咱来看这个这个解说来讲哦，这个法藏比丘啊。哦，明白伊这世尊在弘法，世尊在弘如来呢，唯愿慈悲，希望世尊的慈悲呢，为伊呢来护持、来护持达心，哦，护持纳索。伊讲，听我宣说殊胜台湾，而且呢，会晓详细来甲审查。咱当初啊，为什么初学佛、初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尤其出家吼？初学佛的时阵，用功什么法门，拢爱含师父做一个参详，有一个了解。真有人唔是呢，我家己要安怎想就安怎想呢。伊不一定要听师父安怎讲呢，伊讲我家己看较济，我家己办，我自由心证呢，我家己讲家己对呢。有安尼无？真多哦，真多哦，才干嘛的呢？你认为？看文理看有啊，啊，就用自我意识去囝去理解着佛法啦。那么产生颠倒，还唔知影呢？当已经产生着执着妄念的时阵，咱搁甲定量提起时阵，伊讲咱咧甲阻挡的，伊讲咱咧甲诽谤的。啊，在这种情境之下，咱到底要安怎才好？所以佛陀众生为什么歹修行哦？除了讲用功的法门比较较无容易提起功夫以外哦，这个五慢心，佛陀众生之所以佛陀不是法末，是人末，是人末，是人不容易接受善法的引导。咱看法藏比丘，伊在迄个时阵已经法观成就。伊希望佮甲这个观念来讲出了后，希望世尊来好好来甲审查。佛法的修行，那必须要牵出一件代志，是值得检验的，而且是可以被检验的。我迄个修行，袂得讲惊人知，佮唔敢受着检验，啊那迄绝对有问题哦。佛法是可以被检验，为甚物讲被检验？你这种检验、这种检验的过程内底，伊是非常的严肃。那么非常严肃的这个精进之下，才能够怎么样？透过千锤百炼啊，来成就道业嘞。啊，无讲讲咱无量劫以来啊，因为无量劫以来，这个五慢五痴，互咱颠倒，咱用的方法唔对啊。啊，佫惊歹势，惊人知，哦，啊，佫惊人家嫌，啊，都内心内底一个惊输的迄个心理。那唔对咧，所以在初出家，人讲咧五年学界是安那，五年学界咧，要上什么经，要修什么法门，拢爱含书，有一个讨论活动。那么咱这大部分话拢送去佛学院啦吼，参参做一面吼，那么就以佛学院这个学习的方法。来做修行的这个依据，但是咱若了解到咱过去的这个宗师大德内底啊，有一个叫做道安法师吼，东晋道安法师知影嘛吼？咱晋出家的名拢改做什么释明癌啦，释这个释就是东西，这个哦，道安法师吼，你说改变了。那么道安法师当初是伊的身境并不改好。根据这个《高僧传》的记载来底吼，伊身体无解啊，矮矮啊，吼、
有人在形容，就参像咱公鸡老的形，这个形，这样的一个形状啊，这种神风倒骨的这种形啊，吼。那伊的基底真好。啊，当初是伊甲这个佛图澄，耶稣是佛图澄是印度人，啊，啊，但是伊出家了，啊，伊佛图澄是尾啊，成就道教了，他就去跟随的吼，啊，伫进前不是甲佛图澄啊，吼，啊，甲耶稣都开始初出家修行的时阵啊，耶稣看伊这个这样的一个长相啊，并不是很庄严啊，举例呢。他在卖饲牛啊，饲牛伊就甲耶稣讲，要甲借一部经典吼，啊，请耶稣看要上啥物经啊，耶稣讲，啊，你从现在嘛摕一部啥物经我忘了啦，一部经大概有5000多字啦吼，啊，当时是道安法师就摕一部经，啊，饲牛的时阵呢，就甲这个经文啊。佮背起来，一日内底吼，啊，所有经文拢背起来。啊，伊透早放牛，暗时倒来，伊就甲经主行书啊，迄拢爱读好、背好、了解意思，才会当行书服吼。所以才问啊，内底写啥啊？你万也袂了解个吼。你过去经主毋是像咱真正侪吼，拢安尼真少、真少个吼。啊，当时道安法师呢，一日。时间一到，就甲经文伊说：“说啊，我已经拢读好啊，嘛背起来。”伊说：“哪有可能5000多字呢？”那个从前就为头口为背老师，他说：“哎呦，看到安尼一粒个囝来，安尼吼，我敢那在导游嘞吼，无在看怎样搞嘞？佮甲试一届，佮摕一部经，佮较侪，差不多将近10000字以上。伊嘛一日的时间就甲背起来。”哇，这是速写圣经啊，非常非常难得。但是，伊虽然伊当作是伊个圣经才好，伊敢无去违反着规矩，家己要安怎写就安怎写无，伊嘛遵照书啊办，书用啥物经，伊就读啥物经，上啥物经，啊，就按部就班。那么，伊地位就是安尼成长起来。咱伫华人伊嘛共。学院内底，或者咱道场内底、上座内底开啥物课，咱着学习啥物种。毋是讲我欢喜个，我介意个，因为我欢喜，我介意，有可能是甲烦恼是相应个呢。有时候你喜欢的刚好是跟烦恼所相应的，这个作用啊。有当阵咱对佛咱这个经文的理解，有当阵也唔知啊，需要有圣智先甲咱引导。因此之言啊吼，咱若会当讲有这个合佛的这个因缘吼，啊就尽量会当样专注。尤其在这个精进啊，这个课程安排啊，这非常非常重要，不是那种跳跃式的啦。伊目前一挂学生诶，有诶，恁大部分读册拢真悬好，恁大学以上诶真侪嘛吼。伊虽然世俗读是大学，但是佛学呢，可能是要搁初学诶吼。但是拢袂定你家己是初学，热恋了佛法，看着罢了。他不从基础开始学，一开始特别去学迄个《楞严经》啊，哇，要学迄个研究所诶课程。哦，结果学到尾啊，基础拍无在，空中楼阁啊，外壳解释，境界内拢倒，境界内拢倒呢？为什么？基础拍无在啊，佛学的基础咱一步一步来，所以唔通认为讲我这小学学历足悬啊呢，啊佛学哦，有够正经嘞。你大学毕业了吼，伊读高中伊也好啊，他就不从基础来哦。你叫他读高中，伊讲我大学毕业，我研究所毕业，我去读高中，伊无来呢。伊只就是要读研究所，读了就开始去烦恼。为什么？因为遮济佛学的基础、佛学名相完全不懂，读无啊，迄哪读无二天书呢啊，啊，就去烦恼，啊，就开始
颠倒诽谤退倒。啊，先知先嘛甲讲啦，或者是书中嘛甲讲啊，你着照基础来，他就是不要。这就是吼、哦，咱佛法时代咧行持的时阵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折服我慢？咱讲无爱名，无爱利，上基本迄个名，大学毕业是毋是一个名？研究所毕业是毋是一个名？拢总是名。咱有法度为内心去接受讲，我就是初学者，永远永远让我学无止境。迄种个慢心才法度行哦。所以咱伫遮咱看法总比丘啊，伊虽然亲近着这样好个圣地些，但是他依然可以怎么样？很柔软的，很慈悲的，来请求世尊讲：“你个有要检查一下，我对了唔对？会晓来搞制度，这才是搞啊！这就是，这可是咱咧学习的对象。所以佛法的修行就是从这里来。那么积极行动，拢表现出善地些的智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阵啊，伊个弟子若迄个来进去的。”世尊啊，一举手，一行路，一个动作，可知影这是啥物用意？来进去的，所以这个都是随喜的对象哈、哦。好，那我们再来做补充，咱继续来。然后呢，我希望这个世尊在往后啦，吼、哦，委婉慈悲，保护嘴，吼、哦，听莫酸酸，舒心台湾，而且呢，会当来详细审查我所发的这个愿令是否恰当。是否恰当？哦，如我清醒所起的大愿呢，就是哦无量无边哦。但我没有，但我呢已经把伊这观念呢归纳成什么？七十八大愿。当然呢，哦也可以什么圆满具足，当然也可以呢圆满具足。现在呢，这个法总毕竟呢得一直要做七十八大愿哦，来跟做这个介绍哦，介绍。那关于法藏菩萨所发的这个誓愿，进《无量寿经》有几种版本吼，好几种版本。但根据我的培堂和尚吼，培堂和尚是也是法藏法师吼，也是法藏法师啊，就刚才在讲的我们这个万佛寺吼，万佛寺的法藏法师吼，在伊的这个积德高级上呢，他也比较哦。告诉着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哦，《无量寿经》这个版本，现在咱在使用这个版本啊。哦，不是讲其他好坏的比较哦，不是讲那么讲伊个好坏这个好坏这个问题，是讲呢在修持的过程内底，尽量会当愈完整，是用来从过去的这个汉传佛法经典的流传呢，我们能够拿三家的运用。哦，善加的运动没有掺杂一些什么个人的这个意见，给它修改过。哦，这是这个，这是单纯的这个用语而已啦，这比较较单纯的这个用语而已。哦，所以这个《大藏经》内底就有足一种版本啦。哦，就足一种版本，因为咱这翻译的过程内底有两种版本，哦，两种版本。那咱念下每礼拜共修是不是也是这个版本嘛？哦，那咱念下。用心嘛，是以现在咱这上课的这个版本为主哈。好，那这个版本的咱就无，咱不必做分析，我就不多介绍了哈。来，咱看下，总共四十八大愿的内容呢，是包括了上求下化，哦，而且是哦一诸佛净土的这个愿力所成就，哈，的愿力所成就。其中呢，属于上求的呢有七个愿，上求诸佛菩萨。有七个愿，吼、哦，有七个愿。那愿成佛心有三愿，哦，愿成就佛心有三愿，吼、哦，愿求净土有四愿嘛，就是七个愿，吼、哦。那属于下化呢，总共有四十一愿啦。上求有七愿，下化有四十一愿，加起来就四十八大愿。那么在这个比的过程内底，咱就知讲成就了啊，讲时时刻刻拢想着众生下化众生的这个因缘。哦，好啊，众生的一面。那么这个四十一观内底呢，包括着化主、化种哦，或者是化法、化各哦，这咱
在这个四十八台湾来听，我们再慢慢的哈来听各位一一来介绍，一一来介绍哈。好，这个我们再翻过来哈，翻过来，来看下一段。好，咱看两百四十四啊，哦，第二段，以祖父的本源来讲，哦，咱看了这段哦，以祖父的本源来讲呢，法藏比丘所发的四十八大愿啊，这是大乘佛法的特征愿力啊，愿力啊，在大乘佛教内底啊，伊比咱汉传佛教内底呢，拢比较拢较看到祖父菩萨法源的一面啊，参像咱这个，参像咱这个哦。药师经有药师如来讲如来是伫台湾，哦，咱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在北台湾，等等拢有，包括咱普贤菩萨的是台湾，拢有这个大乘经典，这个原点会当讲是咱大乘佛教非常殊胜的特色，哦，这个特色，哦，虽然拢无异无共款，但是呢，无非拢是啊，诸佛因地以众生而言啊，各有差别。因为当时这个法藏比丘伊甲这个当时这众生的缘分，所以呢，要来成就，要来成就着这个大众。那以普贤菩萨，哦，普贤行愿品来讲，普贤是台湾，这部经是伫《华严经》内底啊。啊，这个《华严经》内底是有着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对吧？现在当主五十三参的时阵，伊最后一位参访的圣地是啥？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位所参访的，就是普贤菩萨，就是普贤菩萨。那么这个内容内底非常清楚的讲出了一个真理啊。所参访的一切虽然拢成就、成就、成就，一直圣地是拢接受过，那无地。五十三参的普贤菩萨是台湾啊，的每一愿，拢是要来成就圆满。那么，而且呢，在这个行愿品内底有讲啊，行一愿者呢，十愿皆具足。若众生以一念间，哦，以一念间呢，行持普贤是台湾啊，以一念间呢，具足是台湾的。以十大愿力呢，这个殊胜功德呢，样啊，得生得生极乐世界。所以在那么得生极乐世界呢，讲一个微妙的这个殊胜，因为啦，同生见到阿弥陀佛现前。我这在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内底讲，那么一愿内底，十大愿内底，你任何一个愿力成就，拢共阮记住十个哦。为什么？比如讲忏悔业障，十大愿第三愿是毋是？第四愿是毋是忏悔业障？好，那么要忏悔业障的时阵，咱是毋是爱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咱是爱称赞如来，咱是咪恭修供养？咱是毋是这个忏悔业障的时阵，咱爱去随喜佮伊功德？因为咱忏悔业障了，咱就无必要再做业啊。咱看到一切善因善缘，看到一切。这个众生所修行的功德，咱拢会随顺因缘，随喜功德。那么随喜功德来看人在这个佛法上、佛道上，哎，一天一天成就，轻转法轮啊！哎，请问善知识，啊，你这个因缘是安怎来？啊，会用甲咱指导袂？哎，啊，这个佛法是安怎来修持的？这也是在轻转法轮哦。那么轻转法轮呢？这个法轮是不是在这个世间？在利益众生，是不是请佛注释？这个佛则是什么？是正法注释啊。那么请佛注释，咱听到这个诸圣谛释为咱教的时阵，咱听完了，咱是不是相随佛啦？不是听听就无必做啊。所以听完了，请佛注释了后，安那相随佛啦。那么咱的跟随着圣谛释的教育，相随就是跟随的意思，跟随着各家。来学习，那么跟随着各家学习了后呢，第九大愿是啥？行顺众生，何以行顺众生？行顺众生是跟随众生的根气，有来根气的，有较钝根气的，有上根气，有下根气的。
那么心随众生是跟随众生的根基来甲帮助，来甲度化。不是讲随在众生哦，哦众生咧生气啊，啊随顺众生啊而生气，那对咧生气啊，啊让伊判嘛对了判，不是种的，不是种哦，阮众生的欲望就叫做跟随哦，不是的哦。是啊，咱伊根基较内根基的，咱用内根基方法甲教育，较钝根基的，咱用钝根基方法，就这样。这个善巧方法来个度化。那么，行随众生了后呢，将一切所修为内根诸佛乃至乃至行随众生的当下，一切回向庄严净土，就普皆回向。所以，十大愿内底听一观，听记住十大愿呢。迄不是选择性啊！我行十大愿，我行这观，我随意功德，啊，无要忏悔业障，会使哦。功德不能成就啊！所以这是台湾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修行方法。那在咱这个四十八台湾，我们都讲四十八台湾，伊就不同款的啊，那不一样的。甲这个因地这个普贤十台湾都不同，因为当时是五十三参，现在当作五十三参的因缘。那现在这个是诸佛菩萨以众生的观，因缘不同款。那么伊是看到众生的苦，才来成就四十大、四十八台湾。所以这四十八台湾，咱所婆世界有非常非常深的因缘，有非常非常深的因缘。好，好，咱来看。那这四十八台湾内底吼，好，有虽然呢有伊无共款，但是拢是诸菩萨因地甲众生的缘分吼各有差别。所以呢，有重视道德的、文化的、宗教的，然后重视这个现生利乐的。哦，就是现生成就的，或者重视解脱生死的。那最后的呢？最后的是啊，重在这个点，一切众生同性福德。所以每一个观念呢，有一些它的着重点，有些着重在文化，有些着重在教育，有些着重在解脱，那有些着重在点一切众生同性福德。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台湾。这四十八台是比较重视是啥？令一切众生同行福德。所以就从这个比较出来，了解是讲，诸佛菩萨观念不同款的这一面哦，这个一面。好，那这四十八台湾所重视的是同行福德，但也怎啊，也兼备着这个所有文化教育啦等等啊，也同时话。兼备着吼，赶快弄强调嘞吼，这是最超前观观的哦，最超前观观。咱来简单来讲，以宗教来讲，宗教的意义是讲啊，一般的宗教呢，哦，无非都要什么满足众生对生命无限延续的需求。一般宗教，一定要讲哦，一般宗教来讲，是不是拢要满足的众生对延续生命的需求？确实是安尼。所以，咱有当阵在咱的环境的周遭方面啊，真侪拢是这个以宗教信仰来参照入来。那么，要参照到其他的宗教信仰，然后咱家己符合的基本的信仰，咱是不是有法度辨别清楚咱现在所做的？我们是掺杂了其他的宗教信仰来学习佛法，那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点啊。因为一般宗教信仰啊。我比较有较拄仔讲个，即延续着众生个欲望啊。我记我细汉有一日有人带我去佛寺，讲要皈依吼，讲皈依就好个。啊，皈了讲要皈依三宝啊吼，好啊。哦，啊皈完个时候，一念三我毋知啦，啊就甲我讲个，袂使你甲人讲。我就讲啊，我都毋知三宝，你甲我讲啥，我变安怎甲人讲？听我意思无？我阿你讲，阿你慢慢讲，阿伊拢无讲。我迄、那个画面我到今阁解清楚，但是是我无听着，还是无讲哦，我就唔知咧。阿了后，你个技术完满了后，阿你话你食饭，我拢无讲。哎，叫我莫讲，哎，是讲啥我拢唔知，是。哎，讲点点袂使你讲。我是高进，我的迄个基本高进了，不简单。
但是很明确，那时候所皈依的不是法师啦，啊，不是法师啦。我不讲，我唔知啊。我不讲啊，我不做宗教别别的，是讲，那我们会有一种所谓的好奇咧，对不对？吼、哦。来安尼，感觉咧怪怪，莫讲讲，你就拢无讲，我是对对讲起吼。哦耶，就觉得啊，但是有一点吼，我印象较深诶，你敢讲诶，即个道亲吼，就道亲对啦，道亲当然对，道爱亲，啊亲情唔通相亲。哎，讲这道亲啦，等于讲咱爱对道，哦，我着啊，细汉啊改革吼，啊，啥物道，啥物道，袂使你讲，三宝袂使你讲，我到今哦，已经要了解迄个三宝是啥，是毋是甲咱后来三宝有共款？有共无？无共哦，真诶无？真正无共吗？有共无？无共。那佛那佛教三宝是啥？有法经，啊，搁有无？戒正净。搁有无？啊？自性三宝搁有无？你看你问着足济吼。搁有无？佛教三宝是啥？戒正净。搁有无？我想想，我落足济啊！咧问出来，甲伊讲，哇，安尼，金条安尼，我天顶啊，要三宝半条。我看到三宝，啊，甲咱甲伊无共款嘞，我就无听着，咱大概无共。有意思无？你若听无共，我就无听着嘞，咱现在无共，哦。那佛法所讲的三宝又阁是啥？除了咱拄仔讲，咱众生都是佛法经嘛，这种的要很清楚。佛法的信仰，你可以，你会用有足充足的一种的感情落去，无要紧哦。迄种感情，我就是对佛法有一种的热情，佛法经的热情来参加佛法的共修，有什么不可以？可以的啦。可是连这点的感动、感情都无，那你会感觉来皈依的时阵无味啊，你找不到那种热情啊。听我，听我意思。比如来讲，边边有个人咧唱一条歌吼，可能听起来就会有感动；有个人唱一条歌吼，唔知听歌的人艰苦啊。哈哈哈！听我意思吼。有人唱歌就有足丰富的感情，可能听起来感动对无？啊，有人哦，同款一条歌好唱到到底吼，听歌的人安尼吼，真艰苦啊！哎，因同款啊，有人同款来这个学习佛法的时阵，伊种个热情，我感觉很充、很精进，但是嘛是爱拄啊好嘞，充心劲有当阵啊吼，超速袂使违规的。所以这个佛法的这种正信，我那昨天就是佛法经三宝，依然的这个六祖大经所讲叫绝正经，但是还对这个内容清楚，佛者是什么，法者亦是什么，僧者是什么，那么咱皈依的对象是外围的迄、那个，还是拄只咱前面有讲的迄个自性三宝？三宝者，人人皆具足。咱照着神地上所灵团，甲咱教育的觉正经。那么透过着觉正经、佛法经的修持，有法度翻文自性，把咱的自性三宝具足清净。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宗教信仰，一种信仰来得越最大。但甲一般的这个满足着众生的需求，那全然不同的，全然不同。迄庄家吼，迄寥寥吼，迄囡仔吼，我记得迄囡仔红影，有人较歹有钱吼，啊发烧嘛烧袂停吼，
啊，一寡老菩萨拢讲咧，先来去问神问看，拢先送医生看咧。我讲先来去问神，是安怎这囡仔咧烧袂停哦？囡仔还佫袂讲话哩，对无？细汉佫袂晓讲话，安怎艰苦伊袂晓表达对无？啊，拢讲先来去问神看嘛咧。啊，问神问问来讲去煞着对一个方案煞出来，对，哎，有影好啊，啊，烧了久袂好，安怎回去呢？听我意思无？所以有时候人家一种，伊嘛是一种宗教的信仰。伊感觉安尼会解决代志，但是足侪，根据我知影，有真侪囡仔就是迄个时阵啊，延误就医烧过头呀，延误就医烧过头。所以信用的内底有一个正信，正信有些是啥迷信，上惊是邪信。好，那在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伊要咱有信用无？尤其咱净土法门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信心若无够，要成就恐惊真困难。但是迄个信，迄、那个信，甲咱迄种的盲目的崇信是完全不同。那种正信是嘛？做成就参禅功，那最大，我做最大，这杯茶我啉落会继续大。做成就这杯茶，我绝对啉袂怀疑，啉茶继续大。但是你敢去？除了茶，予咱止水刀，其他你敢有去学别啉嘛？我讲啉咸水、海水，你敢啉无？还是其他的？我当然止水刀物件，你就是袂记要相信。同样是怎么样流质的东西，但是我当然不能止渴者，你就不会去喝它嘛。迄种个信仰是这哦，我信为咱现在这个毛病。是最大嘛，最大我是要止渴嘛，止渴这个饮水啊。信念是为怎来？那么咱在清凉阿弥陀佛这四十八大愿，愿力嘛是安尼啦，不是那种盲目的。你最大要饮水，最大你袂使你后背饮其他个，还饮到胃气呢，饮到啥物中毒。我细汉哦，我讲一个笑话恁听。哎，细汉我咧床脚米素盐，啊，甲些沙粉粉拢放做伙。啊，咧学炒饭吼，啊，毋知影啥物是米素盐啊，沙粉粉咧，啊是迄个洗衣粉咧，搞不清楚，反正拢白色个，拢同款个，一人揽一罐。中单，因佫足惊下唔到个，啊，着迄个揽一罐，啊，佫惊，哎，反正毋捌咧学炒饭啊，大人拢。出国做事的，啊，囡仔虽然腹肚枵吼，去当当老师，读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咧有差分吼，拉拉咧拉拉咧，像拢白色个咧，啊，佫也无像咱即个标注讲这是盐，这是米沙，是啥？拢坑坑做一下咧吼，咱话，哇，这人菜袂歹食，会起泡咧。牛齿就是安尼啦，看拢共色啦，啊，毋知肥啊，毋知物狗啊，原来敢食只安尼胃肠无好势，毋捌真是毋捌，啊，是拢用一丝啦，用一点点吼，倒来吼，啊，妈妈一个看到吼，啊，出来了一个看到，好，就开始加大桶水，紧来灌去灌水，哦，那灌了真多，大大大。关着就拖，拖出来就好。你遐囥，安奈囥做伙，咱会食哩物件，甲袂食哩。床下所在，拢嘛静静做一下。我厝迄个，迄间遮大间啊，我就静静做一下。无像咱遮遮大间，我那是遮大间啊，所以囥囥做一下有原因啦。哦。啊，佛法的学习是啥呢？不能盲信呢。不是讲拢同款啦，参参的拢无要紧，足要紧的。好，所以我讲到怎样，正信佛法非常重要，咱千万莫哦，不要盲信。但是迄个信要很清楚，用对的方法，哦，用对的方法。好，那个再来，咱看。那么四十八大愿这个第十个观念，就是为这个观念来讲的，哦，这个咱后边再来讲。我们看第二个。那么讲到文化意义。哦，这个信仰内底，这个文化意义是讲着世间的一切文化，拢无需要要求着啊，精神美乐，的这个带动世界。哦，当然这是咱的信奉长老的
哦，所以讲的这个文化拢希望安那，文化就是一种气质的提升嘛。文化就是要让咱这个生活环境有一个真善美的生活方式，这个文化。我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无价，文化无价，伊让咱提升的是一种的气质。好、哦，那么咱文化佛教内底有咱佛教的文化。那么佛教文化佫跟随着无同款的所在，文化嘛会对咧有所差别嘛，嘛是有所差别嘛，吼、哦。好，那么四十八台湾内底呢，吼、哦，所完成的极乐世界即个进步的众生，拢是啥莲花化身的圣贤，好、哦，这就是咱拄则讲文化。去到极乐世界是哪莲花化身，去到极乐世界正报是怎么样？黄金为地，就要六时出头那。这样好的一个气质啊，一种美妙音声，哎、欸，真好呢。啊，我有记我一届看这个高僧传哦，我那看到高僧出世哦，高僧啊出世在这个世间，那么大放光明啊，有贵气。可能不被我讲的话。那细汉咧看这个，还不得先看到这高僧传啊，哦，我看到这个祖师在世啊，哇，拢有啥物大放光明啊，哦，我一介就真好奇，就走去问妈妈，讲妈妈，我出世时阵有大放光明无？伊讲诶，恁诶厝内底低调，都低调是低调囝，怪不得，伊从家去咯。啊，当然是一个玩笑话来讲哦。那看高僧传内底，我拢看到真侪高僧在世时阵哦，都很大的一些特征对象哦，特征对象。咱看这个五祖马师啊，哦，也拢有啊，哦，拢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意义。那在极乐世界拢是啥？莲花化身。那莲花化身跟咱家无共款啊，咱家是父精母血啊，四白二帝的这个姻缘，四白二帝跟这个人叫做受生氏，父精母血加受生氏结合，这样开始。所以在过去哦，有人在研究讲啊，这佛法的这个生命是从哪里开始？是这个四白二帝加受生氏结合开始有生命，还是囡仔出世才叫做有生命？哦，所以才之前为了这个宗教上在谈到堕胎的问题，堕胎属不属于杀生的问题？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哦，当然到尾啊，个人也看法啦，个人，但是跟随在这个佛陀的授持内底啊，我们去比较较理性来去了解这个生命的开始是这个赤白二帝跟受生是跟他的动啊，就是生命的开始的现象，所以它叫做什么？受生是，另外在这个汉传经典叫做劫生是。那么这个修行性的受生性呢，就是过去迄个劫色、俗色，迄个劫色，咱咧讲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心的那个业，业是怎么样？跟赤白二帝结合，生命现象开始有了哦，是安尼来。好，那来先谈到这里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